会变色的寿司玩具来啦，来做第一块寿司，涂上酱料，完成啦。再来做第二块寿司，第二块寿司也做好了，再来做一块甜虾寿司，把甜虾烤熟，甜虾寿司也做好了。接着来做一块鸭胸肉寿司，寿司做好啦，放到碟子上，还有蟹柳寿司，继续来做寿司吧。这是樱花寿司，来做上樱花，漂亮的樱花寿司做好了，还有蟹子寿司，美味的蟹子寿司做好了，放到碟子上，还有寿司小卷，来把它切开吧。这是黄瓜小卷，寿司都做好了。